玉里镇体育会举办健走运动赛，许多正名扶老西幼全家来参加，全程是5公里。而今年体育会还规划了闯关运动体验活动，项目除了铁人健走赛、足球运球体验，还有棒球挥击及桌球运动，让民众走回会场的时候呢，还可以来一个趣味小运动。而体育会也呼吁民众可以借此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。正名扶老西幼全家一起参加，从正名广场开始出发，一路沿着民族路、西边街、水源路、元成国小，在原路折返，全程大约5公里。中途设有2区补给站，让民众可以补充水分、点心以及休息。轻松的路线让人休闲漫步其中，沿途尽是玉里的小镇风光，美不胜收。这是玉里镇体育会办理的健走运动赛，除了铁人健走活动、足球运球体验，还有棒球挥击以及桌球运动，让民众走回会场时还可以来个趣味的小运动。那我们的玉里镇有这么多这么棒的活动，让大家可以一起动起来，让我们玉里的所有的镇民与乡亲大家都能够健康运动、健康生活。民众都觉得这样活动不只是推广全民都运动很有意义，还兼顾趣味性以及联系镇民大家的感情，未来可以多多举办类似这种让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健康活动。体育会也呼吁民众借此养成规律运动的好习惯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